你一定想不到豆芽炒香干像我这么做好吃到想哭。香干切片，水开下香干，加点老抽，煮熟捞出，油热爆香蒜末，倒入豆芽、香干、红椒，放盐、生抽、蚝油，豆芽炒出水分，加一把韭菜，大火翻炒均匀，出锅啦。简单的食材做出不简单的味道，还不快点试试。